何嘉林，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副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教授。
画到一定的时候，哎，要重新整理啊。开头画的时候是比较随意的，整理的时候呢，要稍微精心一些。这样的话，是画面可以慢慢的就是出现一个比较相对好的一个绘画的一个效果。它这个附近的这个草木啊，特别特别茂盛，所以说画的时候可以夸张这个主题，所以把它这些里头的那种杂草啊、树木啊，啊，用胎点的方法可以把它连起来啊，这样可以让它丰富。所以说，既是意象的东西，就主观的东西就相对可以多一点啊。然后你心目当中啊，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一个绘画的效果啊？自己可以随意的在上面调整，当然在不影响这个大局观的情况下。
写生的时候要大胆开局啊，仔细收拾，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收拾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主观的东西可以加进去啊，尤其是在表现一种意象的感觉当中的时候，你有一种主观的东西，但这种主观的东西多以后，以后有利于创作，因为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也是会把这些素材啊进行一些自己的意识给它加工啊，那么这样会使画面带来很多丰富的内容，这个也是讲啊仔细的收拾会带来很多的想象啊，意想不到的是画面不断的丰富，不断的有味道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与前两阶的课不同，你看我今天低头画的时间更多一点，前两天呢看得更仔细一点，画的按照客观的画的比较相对多一点啊，相对比较多一点，描绘刻画比较偏多，今天呢完全是由自己的感觉在上面加啊。这样的写生也很需要，就是我觉得写生应该是多样化的，不是一种单一的，有时候写生是一种素材的一种收集啊，有的时候写生呢是一种笔墨的演练，有些是对传统所学的东西的印证啊，有些它对创作啊是一种试验，你像写生当中你会碰到很多语言，那么这些语言呢有利于你在创作当中形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写生能够给你带来多种可能性啊，所以写生非常重要。我们在用色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混色啊，这种用色的理念和传统不太一样，传统用色的比较单色，有浅绛用色啊，青绿用色啊，它都有它一定的法则，但是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突破这样一种法则啊，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啊，去结合一些西方的这种色彩观，但是呢我们又不是以色彩为主啊，而是用色彩辅助我们的这个水墨的这个感觉，只要在不破坏画面的情况下色调统一，我们可以把色彩做得尽量的啊，可以让它丰富一些，和古人可以有所不同，因为像这样苍茫的感觉有时候会小的白点都会比较显得多啊，要用一些很淡的颜色把它揉进去啊，使它产生浑蒙的感觉。在画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方面观察啊，这个画面要整体调整啊，不要只盯着一个地方画，要看全局啊，要有大局观，就是整个画面应该是什么样比较能够更能够整体啊，包括它的色调啊，还有包括它的这种结构啊，不要越画啊越琐碎，而是要把它往整体方面调整。我有时候在画的时候我会错位的去啊，有时候不一定就是画的时候就是一个啊按部就班的规规矩矩的去表达，可以有所错位的去表达，这样画的好处是可以浑厚啊，色调啊还有墨之间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可以相互错位，它会增加它的厚度，而且还会有一种啊幻觉的感觉。即便这个山头啊，也要把它画的要丰富而有意思。
不要重复啊，一种东西还是需要它有变化，但是它要整体微妙中的变化啊，而不是大起大落的跳出来。
在画这种小碎石头的时候，也要有勾勒啊，要用笔勾勒，也要考虑到这个大和小的一些关系。它这个溪水里头小石头不是这样看过去不是显特别多，但是你可以加，可以加进去。假如你只是说去画一些水的颜色的话，可能就会发暗了，因为这一块一暗以后可能就看不清楚，所以就还是要留白啊。因为有些时候画溪水或者画水潭的时候它是需要用颜色，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把它留白啊，作为一种留白的方法去画。像这种小石头都要有勾勒啊，有勾勒，这样的话它会有意思。
今天我们用意象的方法啊，去表现了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景。那么在意象写生当中啊，我们所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要一种用游历的方式啊，去观察周围的环境，还有一个呢，要用书写的方式，很随意的把它画出来。关键是在大胆落笔的时候，还要仔细的收拾。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写生方法，可以训练我们更多的主观的能动，因为这样的写生会对我们的创作带来直接的帮助。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有很多大面积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填补，而这些空间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内容，啊，要有内容。而这些内容呢，你创作的时候不可能有真实的物象在你面前，你通过平时材料的收集和自己笔墨的演练，那么多次的啊这样的用一种意象写生的方法收集到的这样的语言符号以及包括笔墨的方式，可以给你在创作当中带来一些可行的有效的一些绘画方式。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以这样一个意象写生的方法来训练你们。在写生当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面对的一个实景你会把它刻画下来，但是这个景虽然很美，但是你要把周围都要画在里面，可能你心里面就需要很多的调整。那尤其是自己用心去想，这包括你平时经验的积累以及你的充分的想象能力。那么我在写生当中很多主观的意识实际上都是平时的经验积累，这个需要我们经常去写生，而需要我们经常发挥一些自己的想象和主观能动啊，使我们在写生当中能够把这些东西主观和客观啊能够对上，产生一种对话啊，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能在我们绘画当中表现出来，使这幅画面达到一个完整的过程啊。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写生，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今天